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又来到了 Cyprus 大清早。今天呢，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来做一个 Super DOA 和 DOA 的区别在哪里。关于这个区别呢，其实我也不是很知道。这是一块 Super DOA， 这是 DOA， 还有这是去年款的 DOA， 然后 Super DOA 是这个大。大哥，这个大神，大哥说一下。你好，大哥今天戴他的毒液头盔啊，你看那个桑男也是把他的 Spider 穿上了，你知道吧？桑男今天 AK Gore-Tex 很屌啊。好，言归正传啊，看看三块 DOA， 好吧？今天主要我摸一下这个 DOA 的话，还是蛮厚的，好吧？按这个吗？大神讲解一下这个 DOA 跟这个 Super DOA 有什么区别。这个 Super DOA 我的初次体验感受特别厉害，转向特别精准，可能是因为它有不这话我怎么听着有点像卖车的呢转向特别精准是吗？转向精准，我的。然后今天的避震也不错是吧？避震不错，我操，就是高速行驶，有既有稳定性又有舒适性。对，我想问一下，那个旁边两个槽是干什么用的？旁边就是整流板，在你高速行驶的时候给你更加多的自信，可以给你压力是吗？更多的下压力，就给下压力，然后更加的稳定。在你高速行驶的时候并不会感到心慌，你知道吧？那 DOA 就是没有这种对吧 ？DOA 就是垃圾版，大家不要买 DOA 啊。DOA 版主怎么说？哇塞，使用过最好的版哦！虽然我没用过 Super DOA， 但是 DOA 已经足够的我这种小白了。好好好，那不一样了。那我觉得可以，待会 DOA 跟 Super DOA 可以来 PK 一下，好不好？我觉得可以来 PK 一下，大家都下一个滑图，看谁心疼。